哎，你好，再叫我下去微信吧。哦，他喜欢女生，女生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拉拉，我们两个是一对。盘点胡说八道带来的快乐。怎么没带个女朋友回来给我们看看呀？有啊，坐你旁边啊。你神经病啊你！哎，你怎么还不结婚呢？还不都是因为你啊？啊？关我什么事儿哦？对啊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哎呀，你看你这皮肤有点问题的，你就我都五十了，我这保养不错了吧？叫儿子。阿姨你好。阿姨你好，不好意思、啊。那个师傅，你把窗户关一下呗。这天也不运动啊，开着窗通风多好。不是你这个，我媳妇儿刚住完月子。啊，那不好意思啊，马上给你关上。美女去哪玩？送你们。我去派出所自首，您顺路吗？我正好把短工具都带上。不顺。啊，不顺路啊，不顺路啊。安排还没有，哎，咱们家现在有个婚纱照，不要那，我俩用不上，拍不上，我姐夫。小薇，打扰一下，有兴趣给孩子报一下儿童艺术班吗？那个不好意思，我孩子判给我前妻了。啊不，那您呢？我是他后妈，你觉得我会给他报班吗？你。剪完了，兄弟，看办个卡吧，现在有优惠。办卡就不办了，因为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剪头发。啊？怎么了？他要化疗了。啊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情在桥是爱情。喂？哎，喂，您好，请问是卡丢一吗？不是。尾号10062，不是你吗？是啊，这手机是我刚偷的，你要吗？我低价出给你。现在做啥工作呀？我最近没工作啊，我最近都借钱过日子。阿姨，你最近手头宽裕吗？你们有找男朋友吗？找了呀，过两天陪他过一下60大寿。哎，你好帅哥，你好帅哥，那个我是大学生创业卖米的，您可以支持一下吗？帮忙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假肢。没事，师傅，这样我用嘴试一下子。不是顺不顺嘴，我用嘴写我不行。别了，谢谢。哟，有点正。咱们家充会员卡有优惠，下次过生日买蛋糕能便宜不少呢。媳妇儿，你说我还能挺到明天生日吗？老公，你要坚强，明天生日要是能过的话，咱还来几单买啊。媳妇儿，看这小姐也挺面善的，你说咱要把水滴筹链接发给她。他能缺点吗？不好意思。行不行？嘿嘿。是不是做造型啊？你看你女朋友多好看。啊，不用，她是我妹，我看着那个还没离婚呢。把子吧，老把子。不爷，我们这排队呢，咋还插队呢？插队咋的？这还得那么多事儿呢，就插个队。哎，你刚从里边出来，你还要进去啊？哎，别走，姨，你快走，别跟他一样的，快走。诈骗电话，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我们这边查到你有一个包裹 CDOC 的状态，请问你的位置在哪里？我们对你进行赔偿。我们这边位置在缅北。嗯，我们在缅北呢。你真的有一个丢弃的包裹？我缅北，咱俩同城面交吧。你不要开玩笑。前我在铜锣湾搞炒粉的时候，突然间有几个人，那个叫什么？陈浩南，你认不认识阿娟？他扛着个45米的西瓜刀就冲了过来，叫我交什么？保养费，拖捞耶的。尖沙咀蛋坤来了，就要给我3分薄面膜，东北是吹的我给我。我手上的听你哥又不是吃素的，我冲上去就一个扫堂腿，把隔壁三级楼快扫成凤凰了。有是不是阿娟？啊，要不是大兵哥过来给我点了个蒸笼，后来我都给他扫成阻拦了。有是不是阿娟？